我们交往一个月，我亲手做的。 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天哪，我也太有才华了吧！不会吧，我在他面前，好像是做梦。 我今天算到，我一定是睡着。哦，天啊！我一定是被抽晕了。啊，女生上到我怎么抽？真香，我想借厕所。真香。 我在补妆，看样子是大便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女生嘛，补妆就是比较麻烦。 真香！消化不良，人之常情，重要一刻就靠香臂飘。真香！嗯，你刚才大便没有冲水。